咦，面条怎么跑到头上去了？看我不把你抓下来！奇了怪了，我明明能看到，怎么就抓不住呢？爸爸妈妈再见，我要去幼儿园了。对了，忘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小子，我要去上学了。别生气了，给你一个抱抱。等我放学咱们再一起玩。怎么样能使柯基心甘情愿走上跑步机？答案是在跑步机上摆一盘狗粮就够了。不过这样一边运动一边吃，确定能起到减肥效果吗？要说懒，下面这只猫咪可谓是当仁不让，加把劲。求求我来了。要报警了。